杨可是输精枪，我们配备了一次性的输精管，外部有使用说明书，请仔细阅读。内部还有钢针、输精针、冻精的输精枪和外套管，可视输精枪的主机。屏幕上面有五个按键，最右侧的长按开关机，其次的分别为拍照、摄像、菜单和返回键。屏幕侧面，第一个是内存卡插卡槽，第二个是充电器充电插口，内部配备了充电线和电源适配器。屏幕可以一个方向360度旋转，但是禁止朝一个方向旋转。手柄前端的按钮为摄像头清洁按钮，保持屏幕的清晰。手柄下端圆孔是加热插孔，冬季操作保持碳杆恒温，直接插电进行恒温。底部是挂带，直接挂到它的挂环上。硅胶保护套，在使用前套住屏幕。输精操作让羊处于倒立或半倒立状态，碳杆润滑之后直接插入到产道，轻轻向后退，按动手柄按钮，找到子宫颈入口的方向，然后再将输精针插入到内部，通过观察屏幕进行子宫的穿越。此时如果不清晰，随时按动手柄按钮。羊不太稳定的情况下，调整羊的体位，最终确认插入到位置之后进行缓慢输精。使用钢针输精是同样的方法，将钢针插入到子宫后再连接注射器进行深度的输精。如果冻精输精的情况，直接将冻精输精枪和外套管进行配合，借助可视输精枪的屏幕观察到子宫入口处，再进行精液的输送。